你踩一看这个，好帅哦！哎、欸，你没有神血，为什么没有神血？为什么？这就岩浆，在雪国人生，你碰到岩浆会直接死掉啊，基本上没救啊。如果你今天是踩在岩浆的话，你的人物会直接倒地，然后强心针也拉不了，就会直接死了。除非你有其他什么特别异常物可以让你在一瞬间救你，不然应该是直接 GG。碰到岩浆的瞬间打什么？打补品在瞬间离开可以来不及啊！我撤过来不及，你去踩来，你过来，哆啦 A 梦来，你跟我组队。我说的是踩到岩浆哦。如果岩浆在下面你脚踩到的话，我试过啊，根本来不及啊，直接 GG 哎、欸！你要示范给我们看一下吗？这边你踩这个，看能不能成功哦，加油哦！踩这个岩浆，加油，你可以的。这个会烫吗？这个会烫的吗？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烫。你踩一看这个，好帅哦！哎、欸，你没有神血，为什么没有神血？为什么？你有什么属性？为何？为何你不怕岩浆？真的是假的？是不是？我试一下。哎、欸，这个岩浆不会烫哦。好吧，那不准。等一下我们去试别的，我们试别的。因为这个岩浆不会烫，这个岩浆是不会烧死的。哦，哦，哇，哎、欸，没事哎、欸。哇，这个岩浆，这岩浆不会热哎、欸，好舒服哦，一股暖流，先可以直接飞下去了，有点高呢。哎、欸，这个岩浆该不会可以游吧？哎、欸，快点，哆啦美，要不要岩浆游泳？我传你过来。不行，我不管你的理论，你刚刚讲的就是好像是可以行的一样。我想要你示范这边可不可以？如果你成功，我帮你拍一个攻略，哆啦 A 梦的岩浆自救流。哎、欸，装备先脱吧，我怕你等一下 GG 哎、欸，装备会掉耐久。哆啦美加油，他下去，他下去了。哎、欸，这边也是假的，哆啦美是神啊，神明来了，太扯了，你用什么魔法？为什么就是弄不死你啊？太扯了啦！为什么？他倒了，他消失了。为什么？刚刚发生什么事？等一下，我该不要下去了？那你为什么死掉了？发生什么事？刚刚不是没事吗？为什么又出事了？太扯了啦！他刚明明就站在那边没事，然后他走了几步后就出事了。你的自救流嘞？我差点真的信了呢，可能你说的那个区块是可以，里面是真的是岩浆。废话，我就跟你说了，岩浆里面碰到就直接死掉。刚直播不是讲了，那你就留言说碰到岩浆的瞬间打补品，在瞬间离开可以防止被岩浆烧死。你讲这句话要有根据啊，所以我要知道这个根据，我才帮我拍攻略啊。现在你被岩浆给淹没了，岩浆可以钓鱼，可以钓鱼。我有看到有人讲。我们钓一下鱼好，哆啦美是有练过，各位观众看到这个画面不要学哦，他有练过的，我没练过，所以我不敢下去。我刚以为是五条悟老师哎、欸，会赢哦，就他刚留言会死哦。哎呦，钓到鲑鱼了！岩浆你钓鱼，这个游戏太逆天了。这个科学小知识告诉我们了，各位如果看到岩浆，记得抛竿哦。红尊哎、欸，太扯了！岩浆你钓鱼，哎，出来了，岩之精灵。岩之精灵，哇！岩之精灵啊！哎、欸，这个合理，这个合理，它在这边出现比鱼出现还合理啊！抓到了，岩之精灵，哈哈，跳上来了，拍个照！哇塞，好大只哦！我发了，岩之精哎、欸，好棒哦！这个岩之精好用，因为它会增加那个制作速度哦。你在这里干嘛？这边要测给我看是不是这个吗？这个一样踩会死掉。为什么要放着凝胶？凝胶有 buff 是不是？等一下，为什么要放凝胶？你要先解释清楚啊！他去踩啊！我们看一下，哆啦美要第二次实测。这地方岩浆不够看啊！这边好像岩浆，这边其实我一开始以为不会有事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可以往上走？要站在上面啊！要站在上面啊！火烧是倒了。哦，然后丢凝胶是不是？哦，我看一下，哦，好像有，哎，还是死了，这
么鬼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好笑！不是啊，你不是成功了吗？为什么还是死了 ？Why？ 为什么？天哪、啊！你这是在玩什么？我看不懂啊，兄弟！你为什么又死掉了？这不对啊！哎、欸，我传你最后一次哦，因为我没有传送喽。你回来捡尸体吧。你要再测一次吗？哦，好，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好了。事不过三嘛，一定有问题，一定是刚刚他不小心按错键。哦，看一下哦。倒了。等一下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哇，我很怕我烧我自己，去看一下他行不行。我要不要救你啊？哎哎哎哎哎，要倒了。多拉美，唉，如果可以送一首歌，我只能送一首歌，叫做《离别》。最后，多拉美化成星辰花，告诉我们各位看到这岩浆不要去踩啊！就算你可能会自救，可能它可能有一定的几率啊。我不能讲说不会成功，有一定的几率会成功。我上次怎么踩到？我是因为飞下来，然后直接降落下去，因为这游戏会飞嘛。你飞一飞又降下来，然后直接踩在上面的时候呢，你血量可能刚好没有满，因为这边有一个污染值。哦，那你血量可能在不满的状况下只有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，你烧到后呢，你要用强心针，有点来不及，有可能来得及，可是我测试是来不及的，所以大家看到岩浆呢，请不要跟这朵花一样，想说可以治啊，就是不要去踩它就好了，因为我踩过两次都 GG， 我就后来就没有办法，因为我身上有强心针拉不起来，那我就放弃了，所以我才刚刚直播讲说岩浆很可怕，哦，所以这边也告诉大家各位年轻人啊，不要勇于尝试，有时候。听取一些意见也是有帮助的，还在 CD 哦，还在 CD， 没关系，我知道啊，反正你就有空再测测看，我就建议大家不要测这个啊。这游戏叫《Once Human 七日世界》，是一款免费下载游戏，各位玩家们呢可以赶快下载来玩。手机预约现在已经开放，然后这款是一个没有拍赌运的道具的游戏啊，就是说你不用说氪金才会变强，在游戏里面呢探索大世界，去采集资源呢，可以建造家园，还可以制造我现在全身的装备跟武器啊。来挑战求生世界，现在玩的剧本是雪国人生 PVE 啊，也欢迎大家加入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